人救我全族啊，但你惹下大祸了。你如此行事是害了我等性命啊。是啊，怎可如此不计后果。恩人，你莫要怪我们，我们并非是非不分之人，只是这些年被迫害得狠了。老朽怎么也想不到，我师祖竟然还有人，还有才俊，还有希望。前辈，为何师祖会沦落到这一步？古时师祖日渐鼎盛，出过一些了不得的人物，正当欣欣向荣之际，听说我师祖先祖得知了一些真相，一只大手从天而降，将十国彻底抹去，甚至一伙子孙让我族千秋万代受此奴役。什么样的真相？即使真相总有一日会大白于天下。前辈，你可知如今罪州还有多少罪血之族？十族、火族等一共30族，罪血之族何其多，但我们十族却被视为罪不可赦之族。出身何族又未曾刺在脸上，外人又如何认得出我等出身呢？可以根据此类圣物探查出来。不可，身负罪邪者触碰此石，会有符文映射天球，万一惊动了附近的大教高手，不知会惹出何等祸事啊。为罪邪后人，而是功高盖世，一直在对邪言战斗，书写辉煌，荣耀功绩。走吧，你今日出手相救，本就可能引来高手，如今又有罪邪风云之兆，监控者一定会来的。罪邪透光，烙印天穹，如此妖孽，誓要扼杀。来不及了。来得正好，今日我即出手，就帮你们打出个太平生机，斩了这妖龙，你们也好逃离此地。罪邪剑奴还敢挑衅？恩人！